我与你有100光年的航程同路，我们同行也能打消其他人的觊觎。此次界中界之行，你们能保护传承水晶球密码不被夺走，是促成谈判成功的重要一环，值得更多回报。200亿宇宙币，我已打到罗峰账户，稍后你们自行分配。亿宇宙币相当于3300千乌币，那200亿宇宙币就是66万1000乌币。老师，呼延博的恒星级账户也就100亿千乌币，这次单是获得的奖励金就已经是以往的千亿倍了。这是我麾下的领地，我可以将部分领地给你们，但考虑到你们的等级，就先赠予100颗生命星球，以免惹到大人物注意。有飞船在跟踪我们，那些飞船装载了先进的电子反侦察系统，但那绝不可能瞒过我。是诺兰山家族的一艘第三级飞船和多艘 C9级飞船。诺兰山还不肯作罢，明玉先生毕竟无法陪伴全程，一旦分开就是他下手的机会。有状况？明玉先生，我想放弃这100颗生命星球的所有权。什么？那可是100颗生命星球，对现在的你来说那可是一大片领地。你愿意主动放弃奖励有何缘由？我愿意100颗生命星球为交换，请您答应我一个条件。三福山终究不能护你全程，向目标位置全速前进。炮准备。